早安。你们知道拍 Vlogmas 跟剪 Vlogmas 都会有一个前面会很热血，然后拍剪剪，然后会到有一个坎，就是很累，身心灵都很累。你就是要一直剪片，身体很累，眼睛很酸，然后一直产出，没有什么 input， 因为没有时间。我就现在有点这个状态，尤其是剪完香港那支之后，我没有要讨任何的安慰或者，就只是我在叙述一件事实。我也知道休息啊，像我今天就睡到蛮晚才起床，然后现在就直接吃早餐和午餐。这几集应该会放慢一点步调，热了一点昨天的生菜沙拉，打了一杯果汁。圣诞老公公送你的，好可爱呀、啊！然后今年可以先用这个，好可爱哦！我一直很想要圣诞。然后这个，你知道台湾你在录影吗？对啊。台湾买不到好看的圣诞袜，你知道我找多少家店？然后有 A 袜子的，谢谢。喜欢就好。你去哪里找的？啊、跑了好多超市，还跑到那个专卖店。6B 耶，第一名也买。我现在知道你们喜欢这个。你看我们这样挂是不是超可爱？这也超可爱，真的台湾买不到。哇，跟你的睡衣好配哦！你刚换睡衣吗？我一整天都在穿睡衣。那为什么你今天一整天都在穿睡衣？好啦，你知道大家贝尔真的很辛苦，他一整天穿睡衣，是因为他今天从早上起来到现在都一直在。剪片这边在剪片，然后现在刚上片，他现在在回留言，然后现在是10:06，然后他还没吃晚餐。哦，我介绍哎，帽子啊，你知道我们美国的家，这个有两三片，我们就妹妹把它放在这个底下，妹妹放了，当礼物，这你自己买的？对啊，我 Amazon 买的 doorbell。这是一个 Black Friday combo， 这是一个 video doorbell。今天只有一个任务，一整天都待在家。洗澡用去角质真的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。我用的去角质是这一罐，是一个我的好朋友慧杰送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今天想要开箱一个东西，一直没有时间开箱，但我很期待。我已经把它的膜拿掉了 ，PMV 的洗脸机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用。Foreal 的，这是 Foreal 的 Emily 大的洗脸机面膜机，而且还一整套蓝色。但因为有很多人推荐这一台，然后听说诉求不太一样。它包装可爱，它自己下面就有一个底座，我觉得这很不错哎。爸爸，你回来了！我可以让我再开箱一个我新的洗脸机。哇，这么可爱！你给我买一个茶给我嘞。哇，好喝，好喝。你怎么一回来就送我饮料？因为你可爱啊。热的，很好喝哎，很适合今天寒流喝。这一块冰冰的，这蛮疗愈的。完了，觉得还没有很习惯，而且我觉得它那个颗粒有一点粗啊，它有分粗面那些，我觉得我再研究一下。但我很喜欢这边冰冰凉凉的，哎，现在是热的，好酷哦！我觉得我要花点时间研究，研究好再跟大家分。全身湿哒哒，居家穿搭，然后睡裤。我超爱这一罐，这已经是我第二罐了。高山茶保湿喷雾，
跟大家分享这个，这个是去年母亲节拍的全家福，男子一家的全家福。我们当时候送小苹果的母亲节礼物，主要是 for 两个小朋友，因为他们要长大要去美国了嘛，超可爱。然后我觉得这家的成品我们都超级满意，很清新，然后很自然，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捕捉很自然的画面。然后这个摄影师也是我在网络上面找到的，有点忘记他的账号，但有一次他就偶然跟他朋友来逛我们的门市，然后我也在，超可爱。这些照片都是我选的。这个本子呢是我们今年去租露营车玩嘛，然后我喜欢一个 trip 里面有夹杂了很多门票、笔记啊、照片那种，就这样一个本子就是一个 trip。 我还会写一些日记，今天起床好冷，但是幸福感很足，大家各忙各的，吃许的馒头蘑菇 breakfast， 穿着 pajaja， 我那有说 pajaja， 就出门，爽啦，爽啦，前往 Willy's Hot Spring。 哦，这第一天我跟 Gina 玩游戏就会有那个政治记号。现在要去小镇买东西，阿宝要去剪头发，有点想睡了。嗯，我们都知道剪头发那天发生什么事了。还有画画的，大家评评理。Day 5，时间也过得太快，最后一个晚上就在眼前，坐在日落海边舒服的写字，谢谢上帝给我的一切美好，美好的句点，句点为什么写句点？哦，可能这趟旅程的句点，格外珍惜，身心灵充饱电，回归冲刺，优胜美地的书签。发票满满的速读，哦，这是我们 camping 的地图，好可爱哦。宝贝，你看我还留这个，嗯，这个旅程的影片已经在剪，现在在剪 vlogmas， 所以整个卡住，所以应该会在一月二月左右，敬请期待啊。想问你们，你们觉得这个露营车的这个系列大概有五到六集，你们觉得要一周一周上，有点像 vlogmas 两天上一次，还是就更激进一天上一次？再来分享一些我新买的书好吗？这是，这我在美国买的一个很冥想的笔记本，我还没用过。我用过一次，就我很喜欢这种本本。哇，都是一些商业的书，你们应该没什么兴趣，因为我们对未来有点焦虑。你可以看这本2040未来报告书，世界未来报告书，分析的透彻，你可以大概的有画面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。哇，这本也太漂亮了吧。2024年的3月，过年冲一发吧，拜托，有看到请 tag 我，我想要变成一个精选动态，很像环岛，因为全台湾都有，花莲、台东、台南、高雄、台北也有，噠噠，好美哦。我们还有三种语言的品牌介绍，其他品牌可能都只有一页。哦，隔壁就好好声音，你看好好声音两页，我们有四页。好，我们的书柜大概逛完了，但今天难得假日，也难得男子在家里，所以我想要做一件我们一直要做但还没有做。哇，怎么有这么大的 Trader Joe's 的袋子？我刚刚在想说，我们家的电铃为什么会一直响一直响？我要猜要装到这上面来，但是这两个只要碰着，我还没有按门铃，它就会。哇！吃的小苹果回来了，终于有晚餐，满汉全席可以吃了。现在是乌鱼季节，台式的鲳鱼米粉，然后没有放鲳鱼，放的是乌鱼，就改成乌鱼米粉，其余的样子都一样，超香的。
下下去。因为这是纯米粉，所以不能久煮，所以料先煮好再烫、所以它要烫一下就好。因为料里面这个的料已经有味道了，米粉进去以后它就吸收这个已经有味道的食物的频道。哇，大厨上菜。这个碗是刚刚炒菜用过的碗，没关系啊，那再给我。为什么？我来用就好了。没关系啊，大家抢着炒菜用过，我不要。那个跟我讲，大家好。猴子都顺哥蛮负责任的。今天在家还有一个任务，我想要把这些整理一下。桌面上大致上整理好了，虾皮上买了这个，大概两三个月前就买，只是我还没有时间整理，现在刚好可以做。我选了一个白色的，用这种多孔的收纳本，然后里面这是我自己加购的，里面就可以放不同国家的纸币啊，各种悠游卡，就像我随便拿，这边就是澳洲的 Oyster， 是英国的，这是新加坡的，我每一个都有他们的交通卡。香港的，这是越南。我以前装每一个国家的纸币都是用这种夹链袋，就这样会有点乱，所以我想说把它整理成一本这样子翻，感觉比较清楚。不要先挂，我在那里边挂边介绍这幅画。哇，很有 feel 哦，到柱子下的那种。看一下电视会不会觉得这个直接反射在电视里会很烦？对，那我哪里来？好、啊，我懂你意思了。我们现在决定挂。这边，因为我觉得有叶子这样子衬，旁边有个门的视觉感觉也比较圆滚。看一下它的高度，这边，我可能不可以这样子，看来就不行。那边你好像中国怪人。谢谢。哇。第一次钻臼那么厉害，啊，好重啊！哇，来介绍我们的画了。这个画展是七月的时候，我们朋友邀请我们去的一个。我刚刚讲过一模一样的话。我们朋友邀请他一个在巴拿马的画家朋友来台湾办一个展览，这个展览的开幕茶会，然后邀请我们去。画家本人在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加分。当时的晚餐是做那种大长桌，然后画家就坐在我们两个人的。中间对面 studio. I had quite a big studio in London and a studio in Latin America in Panama.
And I sold both of those because I hated them. I hated all my. 因为在吃饭嘛，就会一直聊天啊，聊哎，那你怎么开始画啊？哪里画过哪里啊？最喜欢的城市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他的名字叫 Simon John， 他其实是英国人，可能差不多到50多岁左右才开始到每个城市之后常住在那边，可能一年、两年、三年的时间，然后挑选可能15、20，应该是20幅画。对，他每一个城市都只画20张画。我很喜欢他的很多特质是他在创作的时候，他其实他看的角度跟大家都很不一样。他的画风就是专门画都市的市容，然后比如说一间非常非常大的教堂，他就会看到别人看不到一些小细节，然后把它整个变成画里面的主体。之外，就他会画一些人物都是比较大家不会看到或者不起眼的，你会觉得他就是路人或怎么样，可是他就会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，深入的访谈之后再把它画出来，然后画出来的画旁边就会写下他超多的这张画后面他的故事。觉得哇，我好喜欢那种好有意义好有故事 的事情。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刚搬进这个家，然后为什么会买这一幅画呢？哎呦，为什么会买这一幅画呢？是因为它是在台湾参展的主视觉海报，就是它，所以它的那个让人家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。之外，它的那个大小是整个展览里面最大的一幅画。它已经完成三个城市，一个是 Panama City。然后另外一个是 Copenhagen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 Amsterdam。Anyway， so this picture 其实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算是他很熟悉的一个运河旁边。很 powerful 是因为他这三只牛其实都是往下看着下面，有点是在守护 guard 这个 area 的感觉。那另外一幅呢，是我们已经买完这幅画，因为我超喜欢 Copenhagen， 它就是一个快乐城市。然后我也去过 Copenhagen 的那个画都还没有完全好，都还没展出来。结果一翻就翻到我们现在这一幅，然后我一看到我就说啊不，这幅，然后我们俩就对眼，因为上面就写了一个28，它也是一个建筑物。其实它的 picture 就叫做 number 28。 28 is what's significant about this picture. It's a very nice building. 为什么一讲 elephant balance？ 哪里有 elephant？ Elegant， elegant，oh. elegant 是很优雅。优雅，为什么看成 elephant？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生日都是28号，然后这是一个我们两个很大的共同点。它真的很美，真的超漂亮。不管你从什么灯光，甚至没有灯光看，你都会发现它就是一个非常的层次鲜艳，然后又很高雅、很 elegant 的一个。很 elegant。以上呢，就是一个我们两个人第一次、人生第一次买画的故事，一次就买了2幅。好扯，而且它有价值啊，可以保值，对我们来说很保值，然后是一个投资，同时又很有意义。画家还说要把他的手稿给我，我手稿咧？我等一下找一下。怎么漂亮阿姨没有头发，舅舅有头发？稍微比较诡异一点，是因为，昨天啦，应该说昨天我不是想要把这个抽屉整理好吗？结果昨天家里有客人来，然后我们又要挂画，然后挂画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有久，赶快先来开箱我们的圣诞礼盒，因为这里面今天就要上片，等一下我又要去各种会议公司，所以赶快先把它开箱起来。现在是18号，所以我要来开9号。各位，我们的身体哟，我们不会出这个 size 这个模数这个瓶身的，这完全就是一个抢先体验组的概念。然后它这个模数其实也不少哎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油。然后如果你们有这一瓶的话，你们买大的身体油也可以分装过来。身体油我们在研发超久超多次，是因为我很想要它的延展性。你看一下，看到吗？你看这个延展性，我一推就可以到手肘的这种。我用过非常多牌子，很多的质地很 thick， 然后很难推，要不然就很多很稀很水，很像倒水在上面。这就是一个我拿捏到一个油跟水非常非常刚好平衡的比例。它的味道完全就是精油，然后有带一点柠檬，带一点雪松的味道，就整个都是精油味。所以延展性好之外，它的质地是有种很丝滑，很难解释。就是你们有这一瓶的人，拜托现在跟我一起
测在手上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质地，12月20号开始正式的开卖。重点是我们大罐的100ml，那个价钱真的是你在外面百货公司专柜都买不到的价钱。然后我们的质地，我真的可以拍胸脯保证，我觉得真的是跟外面专柜的有得比。我就是我在飞机上买，我在飞机上买过，机场买过，国外百货公司，哎呦，怎么有人在这里？国外百货公司全部都买过，这是我心中世界上的 number one。哇，你的脸好漂亮，来，啊，你涂在手上，滑滑的。那你闻闻看，香香的。是吗？那你开10号。哎呦，好那个洞，你给大家看，你知道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它是一个石头，香香的，你闻闻看。十号是我们的扩香石，然后我们设计的是我们的 icon， 我们的 icon 是飞机窗，就很像，你看这边还有个飞机窗，给它给它拉下来的感觉。然后像这扩香石啊，你们可以挂在车上，我是设计成一个后照镜罩，是刚刚好不会挡视线的大小，好香哎！你喜欢这个味道还是刚刚油的那个味道？你这两个你喜欢哪一个味道？这个真的，我闻看。哇，你很识货哎！这个11你没有？对，还没开，是因为我们先开20，明天开11，后天开12。谢谢果果。大家，我再郑重的说一次，这个身体油真的要收。12月20号中午12点，然后这个是搭配我们的刮痧板，刮痧组，我去拿。刮痧板限量，每一个都是原矿，所以里面的纹理也不太一样。这边爱心角度设计，它就是为了 for 你这个下颚线，可以这样直接卡在这。这样子去刮，我会觉得白水晶呢，是因为每个水晶都有它自己的能量场嘛。那白水晶它是一个可以建立你自己的自信，然后提高你工作效率之外，它还可以让那些负面能量啊、小人整个退散。同时，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纯洁、很 pure 的，也可以净化周遭人的负能量。早上可以让自己就是很，我在讲话，你怎么讲？按个叮咚哎。早上让自己提起精神，然后让自己效率工作，晚上就是驱一些今天的负能量。你帮我把这个全部装进去这里面，然后不要装皱皱的，然后这样放进去，平平的。这个也是，也是 1 cent， 真的 20 cent 20 cent、10 cent 20 cent 5 cent，个十百千万，所以是 10,000， 这是澳币。你那是什么币？你那个是越盾。这些钱是不同的国家的，像你去过哪些国家？你跟我分享。美国。还有哪里？台湾。台湾还有呢？台南。台南哦。还有吗？台北。台北是哪？这里是台北啊。这个是港币，我现在用的是港币。哎，对耶，是 Queen。你之前去那些国家哦？对呀、啊。所以他叫大耳狗。哇，勉强吸得住。我想跟你玩。你说怎么玩？你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？我这样射球给你是吗？你刚刚抱着睡觉，闭眼睛。好 ，Good night， 睡觉、哦。你等下睡完起来，我就下班了，好吗？你好。你好。又来了我们柜上巡礼，这是我亲自布置的。有个小暖特别跟我说，他画了圣诞树要我来看。我看到了，应该是这只吧。超喜欢看有没有留言。好多圣诞树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领了。两台相机，因为我们下一周有很多聚会，我想要拍一点范例的。好，我现在赶下个会议了，拜拜。哇，大家
史上最好用的精油，漂亮吧？漂亮吧？那么大链。你还要稍微训练各种，一般他没有电脑、哦、干嘛要用？谢谢。一、二、吧，不是只是行销层面，但是如果走里面哦，注意来车。那我们直接对 repack， 那直接走行销，所以就走到就拉起公车上。我们到办公室喽，这裤子有点掉下来了，你帮我拉一下我裤子好不好？太瘦太瘦。是拉拉高好看，你看那个腿。大家午安。大家午安。哎，你怎么又镜头要来？大家午安。婷婷，我没看到你哟。有没有质地的？在懒人包同时、嗯，那一天我要一起上一个只有油的。这是油推。效率网哎，对啊，肯定是的。就不要太上去，不要太边边，就拉中间一点。好 ，OK。然后 C 型 D 捏到我，我感觉到那个余光，我觉得很美耶。我也觉得，是因为我很美吗？我觉得，哈哈哈哈是我做的美。我总监，对，我总监。对，你的标题就是他啊、哦，因为你在滑 email 嘛，所以就会有一种。这是我们现在设计的贴图，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灵感，就是还可以放什么字？这个一样是我们的粉笔画的，耶、yeah, ，可爱可爱，是的 ，Tira， 对，好，继续加油 ，OK。平日就是，然后真的来会想住，那你看，这东西的内容、可能想法，或是文字，或是要怎么呈现他的想法。